钢铁人发底线球战术以三作为暗号，陈佑伟担任安全员，铁米身旁则布阵两道掩护，让他借助横挡往球边空切 catch and shoot。小差呀、啊！嗯，所以在进攻没有得力，又影响到他的自己的本身的防守、啊。